这家台湾的企业被点名，可能帮助了华为突破了这次的手机。回顾一下，华为什么时候开始被美国变成一个实体制裁清单？时间点是2019年的5月16号，美国的政府正式的将华为列入实体制裁清单。而这一次，华为手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们认为帮助他的帮凶不是在台湾，他们说是在韩国，而且说里头有海力士。海力士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韩国政府没有讲话，也没有去彻查海力士。某个程度，其实我们要来比较一下台湾跟韩国在这一次面对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面对整个跟中国之间冲突的时刻，我们自己的产业。两个国家的领导者，两个国家的政府不同的态度跟政策。韩国的总统尹锡悦呢是绝对亲美的，他亲美甚至也亲日到韩国人受不了，连现在福岛核废水或是核污处理水，不管哪一个说法，排放时他都说 "It's OK，没有关系"。可是对于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里头禁止他们在中国大陆投资这件事情，它是全力的保护 Samsung 跟保护这个海力士啊，那 SK 海力士它全面的保护，它说它占了我们30%到40%这些公司的营收，它保护到什么程度呢？当时 Nancy Pelosi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他是晶片与科学法案背后很重要的推手，他在5月的时刻通过了以后，在那个之后才来台湾。其实台湾邀请他很大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跟他沟通晶片与科学法案。他在那个之后才来台湾。他3、4月时候有到亚洲来，就他说我确诊了，我不能够来。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法案都已经通过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第二个，他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议长到台湾，台湾总统接见他啊，台湾呢很希望。我们的总统希望自己到国会演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可能改变到这么大的一个幅度跟程度。而 Nancy Pelosi 来台湾的旋风访问呢，也提高了 Nancy Pelosi 这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声望。可是他到了韩国去的时间并没有比台湾更短，他只见到了议长，因为议长对议长，总统不见他，只打电话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要表示一定程度的抗议，他认为美国对待韩国这些公司，关于他们的半导体这几家公司的，他认为是重创韩国半导体这些产业的利益，所以他直接跟 Nancy Pelosi 呢是通话了40分钟，还是礼貌的通话40分钟，就表达了这个意见。之后就带着 Samsung、带着三星、海力士，还有很多韩国的企业，就集体的访问美国，而且就这个事情不断的跟美国协商，从去年的6、7月协商到最近，有一个消息，目前还没有经过100%的证实，韩联社跟路透社都报道了，就是很可能美国最终会放韩国一马，让他在中国大陆继续海力士也好，Samsung 也好。在那个地方进行他们的半导体的生产，那相对对台湾就非常的严格，而台湾的产业呢也欠缺政府的保护，甚至政府呢可能是完全听美国的，美国叫他做什么，他就叫我们的产业做什么，然后美国说就是你们彭博社一个报道，我们的台湾经济部说就是要彻查，可是之前呢也报道说是海力士可能是华为里头的帮凶，海力士说我没有，韩国政府却没有调查，这个真的是。韩国政府跟台湾政府呢，在保护自己产业里头相当大的不同。Let me just say, the reports about Huawei are incredibly disturbing. The threat is different today. The threat from China in 2023 is different than the Cold War threats of decades ago. It is technology, it is AI, it is moving fast. 9月份出席众议院听证会，谈到华为在晶片领域取得的突破时，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挂保证对议员们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华为能大规模生产7纳米晶片。"第一时间，他说的是实话。但就在华为高调地完成了秋季新品发表会后，雷蒙多再被问到相同的问题，明显流露出更多担忧。
雷蒙多强调，美国需要不同的工具跟执法资源，方能阻止中国带来的国安威胁。而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将在这个月再收紧对中国人工智慧晶片与晶片制造工具的限制规定。彭博社评论说，美国的封锁原本是希望能将美中半导体差距保持在最多十年，但华为麒麟 9000S 晶片的诞生显示，中国在美国拼命卡脖子的情况下还能突围，先进半导体制程目前只落后美国四年，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자그야말로반도체전쟁이네요네그렇습니다네그래서가져온마지막키워드가반도체신냉전이라는표현입니다예소련과신냉전냉전으로경쟁했던미국이어떻게소련을이겼느냐거기에대해서미국일각에서는첨단반도체기술을잘발달시켜서소련보다훨씬뛰어난무기를만들어서소련을이겼다는그런분석이있거든요마찬가지로그래서미국이중국을견제하고있는겁니다하지만미국의반도체업체들이나특히장비업체들을보면요이매출의상당부분을중국시장에의존하고있는상황입니다당연히이런업체들은규제가연장되기를별바라지않는그런상황이고또몰래기술이유출될가능성도있습니다이런복잡한정세속에서우리정부도기술개발이라든지통상협상을강화하는데더많은노력을기울여야할것으로보입니다 KBS 记者引述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说，美国预计将无限期延长给予韩国晶片制造商的豁免权，允许他们在中国的工厂引进美国设备。供货给华为应该不会有问题，只是美国可能会引进其他限制。华为在2019年8月推出该公司首款 5G 智慧手机，但此后就受到美国制裁，开发跟制造变得困难。2019年5月16号，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制裁清单，并从2020年9月开始禁止向华为供应使用美国技术跟设备的半导体。外界最好奇的是 Mac 60 Pro 的晶片细节，但在秋季新品发表会上，除了终端 BG 首席运营官何刚的这句话，让你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体验，像玩手机一样操控大屏。关于你想知道的所有 Mac 60 Pro 讯息，那是只字未提。Is the U.S. going to come in with more sanctions? I don't know.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negotiated. Which, one of the questions that I keep getting asked is, okay, why isn't Huawei talking about the chip? Why aren't they talking about the chip? Well, probably because they don't want more sanctions. 中国媒体分析指出，华为的低调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也为了保护整个产业链，避免引发新一轮晶片危机。也或许就如同彭博社报道所称，是为了掩饰来自其他队友的神助攻。반도체웨이퍼를하나가져왔습니다이걸수백조각으로내서이스마트폰에하나씩넣게되는건데요여기에회로가새겨져있는데이첨단반도체장비로만들면은한번에바로회로를만들수가있습니다그런데중국이보유하고있는구형장비로는여러번이렇게회로를새겨야되기때문에이공정을아주긴공정을여러번반복해야됩니다구식방법인데중국도이런방식으로첨단반도체를개발한걸로보입니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Mate 60 Pro 的麒麟 9000S 系统单晶片有八颗中央处理器其中四颗完全仰赖安谋的设计其他四颗 CPU 则采用安谋架构但采用华为自家设计此外麒麟 9000S 还配备了海思开发的绘图处理器和神经处理器相形之下前一代麒麟 9000 晶片内的 CPU 跟 GPU 都完全仰赖安谋分析师和产业人士表示，华为借此获得生产高阶智慧手机不受美国出口管制局限的弹性。从网上流传的影像来看，在芯片私印中代表生产地区缩写的字母，也悄然由此前的 TW 变更为 CN， 中国制造。目前关于这颗芯片，我们还有太多的不清楚，不清楚它的代工厂是谁，不清楚它的纳米制程是多少，不清楚它的性能怎么样。只有一点是知道的，那就是历经1566天，华为真正意义上的捅穿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防线。美国智库 CSIS 科技与公共政策项目负责人刘易斯就指出，试图阻断晶片供应是一种相当冷战式的方案。他认为，在晶片竞争中，美国的限制措施可以争取到时间，但无法让华为跟其他中国公司停下脚步。除了美国对麒麟 9000S 晶片充满好奇，韩国媒体更是高度关注。네그렇습니다특히이번화웨이폰에서는 SK가 만든 메모리 반도체도 나왔기 때문인데요
미국이 화웨이는 이런 반도체를 팔지 못하도록 해놨기 때문에 금지를 했었기 때문에 하이닉스 주주들도 많이 놀라셨을 겁니다. 예. SK는 분명히 안 팔았다고 하는데 어떻게 구했을까? 업계에서 나오는 추정은 이렇습니다. 하이닉스가 도매상이라든지 제3의 업체에 판매를 했는데 그게 아마도 몰래 화웨이로 넘어간 것 같다 이런 추정이 되고 네. 있습니다. 即便尹锡悦执政的韩国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但也难逃脱美中这场科技战的薪火。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半导体产业，过去十年韩国出口的晶片有一半以上销往中国。目前，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都设有工厂。2019年 ，SK 海力士总营收的近 47% 都来自于中国。 这个数字在去年跌至 27%， 但中国仍是他们的重要市场。在美国对华实施晶片出口限制后，韩方一直试图降低半导体产业所受的冲击。 One of Huawei's units has begun shipping computer chips. They're shipping out computer chips. These are chips for surveillance cameras. These are advanced chips, and they're apparently made in China.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It means that Huawei has managed to get around American sanctions. In 2019, the US had slapped sanctions on Huawei. The company was put on a blacklist. Technology exports to them were restricted. Initially, these sanctions came as a blow. But now it seems that Huawei has moved on and made progress. The question is, how did they do it? And what will the US do next? We have really done it. You said it. 而在整场芯品发表会上，遥遥领先四个字已经指明了华为日后的目标。中国财经媒体分析指出，一颗自主生产的晶片麒麟9000S 的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中国有能力开始构建自己的市场和产业标准，不再是别人砧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